么叫林月娥？看得出来吗？再来一个亮，我再来一个亮相。他说眼睛不浓，啊，把我吓到，是有点多。你看我今天这头型没有？托尼自己搞的，老师就推了一个波，我给他照推了几个波。上一次公演是水蛇，这一次还是水蛇，这一次长在头上，那次在尾上，那次盘在身上，那次水蛇盘在脖子上，这次水蛇长在脑壳上。上海滩最美的女人，我叫林月娥。掉，直接。刚刚说，哎，我自己打他们说我这侧影打得像络腮胡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就这样吧，再见。